到天大的麻烦，因为我们手来不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只好无限多，一直打。对啊，他比我快怎么办？我赶快想办法，本来是我很累啊，休息一下再继续，大概五十个，不断的反复操作，最后速度就快了。那唯有你变快，你才可能慢下来，让你的速度不变。所以没有说哦，我现在速度只要80，我就练80，多二二，这样容易出包。你最好练到85，练到90，你再回来打80，稳定的多，稳定的多。所以速度是你能力的具备。那你具备了这个能力之后，你要用多少再来做决定？对，你最好速度可以2800，但是你只用180，哦，那最好，一般人不能做到嘛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，我们尽量从速度里面去做一个稳定的动作。那如何稳定？不是你打我打，我跟你一样的，那是稳定。所以我打。